哎，干嘛呢这是？还是来报告他们？哎，快走吧，这什么人呢这是啊？这位大哥，刚才谢谢你啊，我吃苹果不小心卡到了，多亏你救了我。好，没事，你没事就行，我还上班呢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大哥，谢谢你啊。这不是咱们公司的保安吗？啊！平时看着挺老实的一个人，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？就是，王麻子，来下我办公室。王经理，你找我？你被开除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来，自己看。啊？王经理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啊。解释什么解释？我们公司的名誉不能受到影响，给我出去。上了年纪的男人，小兄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大哥，你说我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，他们为什么对我有这么大的敌意呢？啊，是这么回事啊，这里说话也不方便，走吧，到我办公室说。来，坐吧。你都是因为救人所以才被误会，整件事情的经过我都看到了，我相信你。你每天这么努力的工作是为了什么呀？我想攒钱在城里买个房子，把我爸妈接过来，他们岁数大了，我想接过来让他们享享福。是这样呀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可以到我的公司来工作，我呢会给你一份相对不错的待遇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啊？啊，是真的吗？可是老板，为什么是我呀？当然是真的，因为你的人品我信得过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不客气，你呀，不要因为这次做好事被人误会而气馁，你要相信好人终会有好报的。每个人成功的门